赛，还有赛后的采访。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作为一个明星选手，不只要管理自己的公众形象，感情问题也会曝光在大众面前，这让许多的明星选手也很困扰啊。在你回国之前呢，张扬和孟小冬就是已经是国内最受欢迎的选手了，他们两个至今没有女朋友，也总在网上被人讨论。不知道你这次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在这次回归之后和他们一样成为业内最受欢迎的黄金单身汉呢？或者说你有没有压力啊，将自己未来的感情曝光在大众面前？对啊，可不透露一下？对啊，我们都想知道，透露一下吧。江阳和孟小冬有没有女朋友，我确实不清楚。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不是单身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在一起多久了？粉丝们也想知道。给我透露一点。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不是单身。看得高兴吗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我们洗澡呢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臭死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我已经洗完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洗个澡。很快。手机不要吗？不要。床单被罩都换了，累了躺一会儿，我先给小天看论文。你刚来就帮他看论文，休息一会儿嘛。不是等论文吗？别看了。今天怎么回事？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想起你了。你还记得你生日的时候我去你球房找你吗？记得。
哥 ，welcome， 嫂子，快快去，好。呀，嫂子来了！嫂子来了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我可以。嫂子。哎，嫂子从哪来的？新加坡，我刚比完赛。嗨。那么远呢？哎，那你快快坐车去。我不会打扰你们训练吧？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但接你。我是过来给他过生日嘛，想给他惊喜。哥，快打电话。这给我。哎，哦，我刚给他打过电话，谢谢。来，嫂子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训练？没有，我们，杨哥，杨哥，哎，杨哥，嫂子来了。杨哥，嫂子特地来给你过生日，不抱一下说不过去吧？对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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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一个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今天的训练计划都完成了是吗？差不多都散了啊，都散了，都散了，别打扰他们两个，继续。多久没刮了？这种忙，忙也要顾及形象呀。你不在的话，要形象干嘛？开心吗？你说呢？下楼的时候都差点撞到别人，累不累？那带你回去补觉。不乐意啊？乐意倒是乐意，可是我刚落地，什么都没做就回去补觉，太可惜了。先去过生日呀，这是我们一起过的第二个生日。